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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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我跟我妹赌博啊，哎、欸，赌到三十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边有一群人现在很不爽，很马上上诉。这一集呢，跟上一集其实在同个时间啦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干爹说这次要上诉到六十抽，我已经赢了三十抽了。然后这次是最后一次赌注，如果我再赢一次，我就有九十抽。天呐、啊，基本上保底一只金色。那如果我输了，我不但没有三十抽，我还要倒赔三十抽给我妹，还有那个鱼仔跟闪闪他们，就是各十抽。那你们觉得我会赢吗？在下面好不好？留言刷起来哦！觉得我会赢的，拜托直接留一。哎，小光这次肯定也赢。哎，不对，我们还是比飞多，要比飞多还是比欧洲？来。我们让我们干爹干爹决定、嗯，你觉得这次要比谁先抽中赢，还是谁最非洲赢？干爹今天是出金啊，还是我们今天的老大他说话算话？我们把我们的留言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图奇的留言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，我看一下。比飞怎么说也该给他们五抽出场费吧？五抽出场费，好，五抽出场费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非赌下去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我赢了，我九十抽，我还就算你们都没中，我还是会补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会补你们， yeah, 好不好？这样子啊，如果我赢了，我不拿九十抽，我就拿六十抽就好，剩下三十抽，我就请干爹各个给你们十抽，好不好？ Yeah, 好不好？我就不跟你们拿九十抽了，我就拿六十就好啊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们，然后我自己也没拿到。是不是让你们有赚了吧？你们说什么都有十抽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吧？那我就是从三十变六十，然后我们干爹说要赌就是赌飞，那我们就继续飞下去，我就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非洲真君，就是我，哎，就是 me， 好不好？来，那这次让闪闪来决定要抽什么词。我们上一次已经抽完夜兰了嘛？我们来抽草神好了。抽草神哦，我觉得没有草神，抽草神看很讨厌。好，我们再讲一次，重述一次最简单的规则，就是谁先抽到草神。谁就输咯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开始实抽，三二一 go 金色，妹妹金色，我看到了，妹妹是金色，没有啊，前面都先躲过了，没事，这次我觉得你小宝就会出了，我觉得你这次小宝就会出了，没有，你并没有，没有，来跳过跳过，我们把大便都跳过，我妈妈妹妹是妈妈，你妈妈，你妈妈，没有，我妈妈不在，来，没事，喂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，这样子这样子哦。来，接下来第二十抽哈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我得中，哥哥，拿！不是呀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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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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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小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草神，草神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草神，草神来喽！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好害怕！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！草神，草神，哦，好多两个，到底要多少只狼？草神，不要不要不要！草神，哦，水坑啊，水坑啦！吓死人哦！哎呦，用完小宝了。哎呦喂，该我用完小宝了。没事，我妹小宝就会出。不会，我妹小宝就会出。我会玩。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的六十抽啊！来，我会玩，我会玩。三十，三十，三，二，一 ，Go！金色，金色，妹妹金色，妹妹金色。没有。很气很气，来来来来来，大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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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啦，妹妹该出了吧？没有，妹妹该出了吧？还没，来来来来来，妹妹该出了啊！来第四十抽，三，该大宝了吧，哥哥？一 ，Go！ 小光金，不会啦，妹妹金，妹妹金，妹妹金，哎呦，没有事，我躲过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妹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我妹等一下一定是小，一定小宝中，一定是小宝中，一定是，不会，没有，一定会中，一定会中，一定会中，来相信我，来来来来，第五十抽，我妹要保底了，来五十三。小宝金 ，Go！ 你输的，妹妹，金色，妹妹，哎呦，不行啦，好恐怖哦！来来来，妹妹，把飞物点掉，把大便点掉，
OK OK。好，现在第六十抽了啊，第六十抽了啊，妹妹，小宝该出了啊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不要被小光金了，我不会金的，我不会金。我不会金，我没有金，我没有金。妹妹要气死了呢，妹妹。尿尿不行，要气死呢，要气死的呢，妹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我自己的出金后的第五十抽，对，那我妹是出金了啊，准备出金了啊，来第七十，三二一 ，Go！ Go！哦呦呦呦呦，没事没事哦！哦，不要！哎呀，不要！妹妹，大便点掉，大便点掉！哎呦，我们抽到了，我抽到一只电忍者，好了，下一抽，妹妹肯定要出了，我心没有，不会出。来哦，妹妹，小光金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小光金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妹妹草神，草神，草神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把我妹的画面拉大一点啊，让大家看一下我妹的草神迎接草神的这一天啊！来来来来，好，妹妹来一个一个点哈、啊，来二，不会，关掉，三，哎哎哎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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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！耶！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！我转运啦，各位，我转运啦！那我真的很飞耶，这一算是我飞，这一算是我拿。没事，妹妹不要这样想啊，你们一定会有十抽的嘛，对不对？瞧他得意的表情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游戏真是太好玩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妹妹。没事，不开心，我会分红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是这个样子，你要、你一用就是三个人不开心，对吧？你要你一个人不开心还是三个人不开心？哦，没有四个、哦。连干爹都不开心了、啊、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你不要开心，不要不开心啊！干爹，你一个人就占据了四个人的不开心，没有？你晚上睡得了觉吗？我晚上闭得起眼睛吗？欸、不是，你想一下，我赢了，他们都有十抽，闭不起来了。等一下嘛，没、欸、不是啊，他们赢了，他们赢了，我要给他们十抽，我什么都没拿到啊！我赢了，我给他们十抽，我只拿到六十抽啊，对不对？是你，我眼睛都闭不起来。他们不管输赢都有六，都有十抽啊！现在都重重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嘛，好吧？不然十五抽嘛，好不好？你们一人十五抽嘛，我拿。不开心，哎、欸，我也不开心了，哇，五个人了，他们爸爸都不讲话，他不开心了。哦、我拿四十五抽就好，好不好？你们一人十五抽，好不好？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当你的干爹了。不要这样，他开心心来抖内、啊，看得不开心吗？我觉得看得还蛮刺激的。不开心，我现在好热。哇，应该给他们二十抽，你拿开心打开心，不开心打不开心。好了，你就知道，好了，你就知道有多少多少，你就可以知道真正的民意是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来，那好，不然这样子，我看聊天试一下。我们大哥说应该给他们二十抽，我自己拿三十。好，我认赔。这个三十我都不拿了，这六十我就直接分出去，好不好？你们一个人拿二十抽，我各一个人拿三十抽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大家都开心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把你身上的三十抽给我 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你场地费收太多了吧？我要开心啊！你场地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想一下，我还欠雪兔二十抽，然后我把这二十抽给雪兔之后，这个我只剩十抽，开心没关系。那我再把十抽给你啊，我什么都没得到，大家全部都有得到，干啊！最开心、啊，最难过的还是我。你想看，你一个人造就了大家的开心，对啊，很棒哎。哎、欸，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这次很幸运的，我却还是很难过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好开心，好开心。这样就开心了，三十抽一半给阿神哥。哎、欸，哥，我还欠二十抽哎、欸，我这个还完，我还有十抽，我觉得
够了，差不多了，有没有？结果阿神还要把我剩下的这个水钱全部给拿走、欸，哎，天哪！啊，场地费啊，场地费，场地费不是五抽这种东西吗？不是五趴吗？你这边场地费，你这边我开的，黄金做的是不是、啊？你这个超时加班群是黄金做的吧 ？VIP 群哦、喔，我靠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好啦，各位，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我赢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至少你赢了，但是抽都是给我们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你的意思是这样？不是这样子吗？三十抽分一半给阿神当场地费，你自己还亏五抽，对耶，对耶，哎、欸，这样变我负五抽哎，这干爹从头到尾就不是抖给我的。干爹从头到尾就没有抖给我的意思，全部都是别人的。我们今天干嘛玩啊？我们今天抽的卡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比这个比赛有什么意义呢？这让我们三个女生开心啊！哦，你们开心吗？啊、哇，你们已经有那么多人开心哎、欸欸，几抽就可以让这么多女生开心哦！我也花了下去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也要跟我说谢谢吧？我把二十抽给你们嘞，你们应该也要说谢谢、哦、他们的。他们的笑容就是最棒的谢谢、oh, 他们从开赌的时候就一直在笑了，他们好像没有停过笑容、欸、糟糕，谢谢小光，笑容就是最棒的谢谢了，你还要再跟他们要谢谢哇、oh. 你都不会从生活中找到乐趣吗？好啦，谢谢我觉得今天要非常感谢干爹好不好，今天所有的谢谢爸爸，虽然我自己要负担这个风险，不过这干爹敢跟我们赌，那就代表是干爹给我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感谢干爹啊、哦。那妹妹跟这个闪闪还有鱼仔能获得这些，哎、欸欸，阿神就先不要了，阿神下次再说，下次再说啦，下次我跟你赌嘛。你要那样嘛？我在门口挂一个小光禁止记录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夜兰不是禁止狗跟小光。喂，至少还要禁止史莱姆吧？来、欸、啊、哦、不是啊，这不是重点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这个抽卡抽得很开心啊，感谢干爹啊，干爹能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爸爸。